中国呢，民间的确有很好的方术，但是呢，就是因为自私自利，因为自私自利，所以把这个方术呢拥设起来，不公开，保密，到他死的死了以后，也就没有人知道了，非常非常可惜。善谤圣贤，这是对圣贤的讥笑又毁谤。所以这个会影响社会大众的学习圣贤教育的法身慧命了。如果这个善谤的人呢，他的影响力很大，那问题就更严重，问题更严重。所以过去呢，有很多人批评孔子，孔子他都批评了，打倒孔家店了，叫孔子，孔老夫子叫孔老二了，像这些言论都是善谤圣贤，不但他自己善谤啊，讥笑毁谤，而且还影响别人跟着他一起去讥笑毁谤，那么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他的罪过就越重，断别人学习圣贤教育的机会。清零道德，这是迫害有道德的人。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佛也讲，用恶意向道德之师呢，就像万旦奴啊，射自身一样。这是形容啊，一个比喻。因为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在一个地方啊会教化一个地方，影响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的人啊都能够明辨是非，断恶修善，他能教化一方，改善一方的不好的风俗习惯。如果呢去迫害这个有道德的人呢，那么这个跟善谤圣贤的罪是同等。社会主走，这是打猎，射呢，以前是用弓箭，现在呢有枪，像猎枪这一类的，挥是挥鸟挥禽。用弓箭用这个枪去射杀这些飞禽。那么逐走呢就是赶捉呢走兽在地上跑的这些野兽。我们现在讲啊野生动物。抓这些野生动物赶抓。有的呢用那个猎狗啦去追杀围捕这一类的。那么这一类属于打猎杀生的罪过。花子精妻这个挖掘呢植虫那么惊吓妻鸟这个虫呢它也有它的家了那么你把它那个家呢给它挖起来，花就是把它挖起来那它就没有家了可能命啊都保不住了。那么鸟晚上啊都会栖息在一个树上像昨天晚上我们到红阁去吃饭
那旁边马路有几棵大树啊，那个黄昏呢，太阳快下山啊，就有一群鸟啊，啊，一棵树都有一群鸟啊，回到那个树上啊栖息啊，他就在那里休息了啊。天黑了，他们就休息了，就没有再活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叫栖鸟。